小姐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等到明天你见到他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。嗯，小姐，赵公子对你的感情从头到尾实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觉得赵公子并非是薄情寡义之人。嗯，没错。小姐，你说该不会是这封信另有蹊跷？石燕，你可真是一根墙头草啊！刚才还在那里拍着胸脯说不答应呢，这回又替赵子龙说好话。小姐，你又取笑人家，我是认真的。不管怎样，谢谢你缓解我心中的郁结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嗯。这刚才要不是青衣突然介入，就那几个护院要打败他们，那就三两下的事儿。师妹，不要说了。其实青衣顾虑的对，我们今晚确实莽撞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先回去，再说吧。嗯，走。周大哥，这么晚，你们怎么进城了？柳振不见了。盐城，什么事儿？柳振。一直认定高泽就是杀害晴儿的凶手，这次知道高泽来郡治，就闹着要找他报仇。这柳大哥和晴儿兄妹情深，之前我就见过柳大哥因为思念晴儿而食不下咽呢。都怪我不好，没把他给看好。周大哥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还是先找到人再说吧。啊，我愁的就是不知道该上哪儿找。我想最有可能的地方，就是高泽下榻的驿馆。高泽，还我妹妹命来！怎么是你？你想干什么？高泽，你杀了我妹妹，我要让你一命还一命。谁告你人是我杀的？懦夫，敢做不敢承认！快说，你凭什么怀疑是我？除了你，还会有谁？先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赵子龙呢？他没和你在一起吗？赵子龙，他在你的心里不已经早就死了吗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最明白。被我猜中心思了吧，高泽？今天我杀不了你，我也不准备活了。反正你杀了我妹妹，也不差多杀我一个。来吧，我若现在杀他，岂不是坐实了我杀柳晴儿的罪名？他不能死在我手里，高泽。我今日若是不死，我跟你没完，迟早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。你无需在此胡搅蛮缠，凡事讲凭据。柳慎，我没有杀你妹妹，信不信随你。还有，你想杀我，那就先回去把功夫练好再回来找我吧。这高泽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敢做不敢承认，你个孬种！高泽，我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手刃了你。盐城，没事吧？刚才我差点杀了高泽。差点替我妹妹报仇。
难道赵子龙真的没有死吗？怎么可能？忍着点啊！还好，只是脱臼，没伤到筋骨。看样子，高泽是手下留情了。今天他不杀我，我今后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严城，今夜你行事莽撞，差点丢了命，以后不能这样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，晴儿，他死得太冤了。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不能完全确定杀死晴儿的就是他，除了高泽不会有其他人。就算是高泽杀的，就你那两下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杀他？我严城，没有了晴儿，我和你一样心痛，所以我不会再让你出事。可是，我真的不甘心呐。刘大哥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是高泽把晴儿杀了？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晴儿白死吗？你先别激动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如果他真是杀晴儿的凶手，那他今晚为何不杀你啊？不管杀死晴儿的凶手是不是高泽，将来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晴儿，他不会白死。我一定要手刃杀死晴儿的人。小姐。小姐盛装出行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耿将军，我家小姐要去哪儿，需要跟你汇报吗？老爷今天不在府内，我的职责就是看住小姐。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要是老爷知道有人曾经想要逃跑，你说他会怎么处置呢？你，我也是为了小姐的安危啊。我不过是去见个老朋友，去去便会。老朋友？哪位老朋友啊？你会不会管得有点宽啊？你也不必试探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去见赵子龙的。他不是死了吗？赵子龙死了？你听谁说的？哦，没有，谣传罢了。那个赵子龙在真定县犯的事儿，当初我是为了救赵子龙才答应你们回郡治的，但是我并没有说从此不再与他相见。你要真想向我爹报告，随你的便。那看来小姐执意要去，我也不便阻拦。那为了小姐的安危，我还是带几个随从保护小姐去吧。我看不必了，你也留在府中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子龙，青衣，站住！你不是回信与我从此断了情谊吗？为何要夜闯侯府与我相见？这，我从未得到过信，什么回信啊？看来赵子龙真的没死。郡主既然坚持去赴约，想必两人一直都有联系。当日被我打入湖底，竟然还能活着回来，还真是命大呀。高将军，
依你看，此事怎么办？赵子龙乃真定县击退山贼的大英雄，既然他命不该绝，当然要祝福他继续享受这份荣耀。子龙，我应该信任你的，你待我又怎会如此无情呢？ 我既然和你有了约定，我定不会辜负你。只不过，我们二人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矛盾，而你的婚约也横在了我们的中间。你怀疑信件乃是高泽拦截的？我并无证据。常言道，闲谈莫论他人非。我不可妄下定论。不过高泽这个人， 还是需要提防的。子龙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和高泽之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？你离开真定以后，真的发生了很多事。晴儿，她死了。怎么会？此事难道和高泽有关？当天我和晴儿在树林里遇到了埋伏， 对手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因我身患剧毒，双眼失明，未能保护晴儿，我也因此掉入了流伤。为什么发生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没告诉我？我连你差点丧命都不知道。我这不好好的坐在你的对面吗？究竟是谁要加害于你？我身上的毒是在牢里面种的， 而对方对我的枪法又十分熟悉，所以你认定是高泽所为？你可有确凿的证据？子龙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高泽若是有心害你，随时都有机会。难道你忘了是谁一次次帮你的？我知道，我也不想怀疑他，可是所有的疑点都指向高泽。 你刚才还说莫论他人是非，连证据都没有就把罪名扣在高泽身上。青衣，你在和我生气吗？你叫我怎能不气？你我相处这段日子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明辨是非的君子，可你却因为妒忌蒙蔽了双眼。青衣，你是觉得我是因为嫉妒高泽才怀疑他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在你看来，我跟你之间最大的障碍无非就是高泽，我和他是有婚约。 可你也知道，我只是视他为兄长，无凭无据，怎么能让我怀疑他呢？若没有高泽，你能击退山贼，当上大英雄吗？青衣，你怎么越来越离谱了？子龙，你刚有一点成就，就目中无人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好，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高泽是一个不义之人的话，我知道了。 那我告辞了。等等，我这次前来是要向你道别的。如今真定县已经安定了，我欲投身军旅， 赵子龙现在还没有死，我家小姐去见赵子龙了。
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小姐，你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怎么感觉心事重重呢？我人已经回来了，你就不必再寸步不离了吧？不敢不敢，只是高将军在庭院等候多时，我是特意过来迎接小姐的。他来做什么？也好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他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诺小姐。高泽。青衣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啊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没有，只是听说你一个人出去了。我去见赵子龙了。啊，他还好吗？看来你很关心他。当然，我们也算一同抵抗山贼的战友啊。嗯，他很好，这次离开真定县是为了去投身军旅，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抱负。啊，真定英雄离开了，我竟毫不知情，真是太失职了。我这就去送送他。赵大哥，你跟青衣谈的怎么样了？他知道你要离开的事儿了吗？嗯。然后呢？不对呀，照理来说，你们俩应该是依依不舍呀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们俩不会还在闹别扭吧？哎呀，我们俩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见上他一面。有什么误会？你们一定要当面说清楚才行啊！师妹啊，我怎么现在才发现你这么啰嗦？哎，你，我这不是关心大哥吗？难道你就不关心他跟青衣到底怎么样了？也对，子龙，你现在打算跟青衣以后怎么办？这回一去，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。对呀，以后的事。顺其自然吧，尤其我们责任重大，岂能每日想着儿女情长那些事？在出发之前，能见到青衣一面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就你这块木头，也就青衣能理解你了。子龙，这些干粮你们路上带着吧。多谢周大哥，这收庄稼的事就劳烦你和乡亲们了。放心吧，也就两三天，等这里完事了，我会带领弟兄到冀州与你会合。只是袁绍愿不愿意接纳我们，还得靠子龙你了。我跟严城还有师妹心行探路，定不辜负大伙对我们的期望。走。小姐，你已经叹了100口气了，喝口茶吧。石燕，你说我是不是错怪子龙了？我语气那么重，他一定会很伤心吧？难道你相信是高将军下的毒手？所以我才头疼啊。高泽与我一同长大，对他这点信任我还是有的。在真定县的那些日子，我觉得赵公子并非绝情之人。我又何尝不知道，我倾心于子龙，就是因为他为人淳朴敦厚。可是我方才试探了高泽，丝毫没有看出任何端倪，或许这其中真有什么误会。好了，不管赵公子为何说出这番话，你心中依旧有他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当时真是被气昏了头了，
才会责怪子龙。可那个木头脑袋，也不知道向我解释一下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嘴笨，你一生气，他哪还敢再说半句？小姐，你若真是如此想念他，不如再见上一面，把事情问清楚。他应该已经离开了吧？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明知道他要去投身军旅，我真的应该好好跟他道别才是。子龙，这冀州看来比长山郡热闹多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次出来咱们也算长了不少见识。不过大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呀？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。师妹，你怎么总饿？那前面有一个饭馆，咱们走吧。你们先过去，我待会儿过来。好啊，那饭菜上了，我们可不等你啊。好，想必文定兄特意在此等候吧。听说你决定投身军旅，我立刻联想到冀州袁绍，很可能是你的第一选择，所以在此恭候。有劳了。如今局势动荡，诸侯间勾心斗角，袁绍虽为盟主，却以狡诈之术骗取韩馥的冀州，逼得韩馥自杀身亡。你说原冀州牧韩馥死了，那他的旧将呢？忠心韩馥的旧将大多都已经被杀害了，袁绍此小人之举，恐怕并非你赵子龙所求主公的上上人选。子龙兄，既然决定走出长山，多少还得学会掌握天下形势啊。文定兄一路追到冀州，就是为了和我讨论我投奔主公的问题吗？果真好雅兴啊。是因为你够资格知道这些，我很期待你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同时我得知好友将远行，当然必须要专程前来为你送行才是。不过今天的会面应该不在文定兄的计划当中吧？此话怎讲？文定兄得知我还活着，不应该感到诧异吗？是有些诧异，不过更多的是惊喜。人生在世，但是知己难求，遇到对手更是十分难得。文定兄过于抬举，但赵云不知是不是今后对身边的人要多多提防一些，多留点心眼总是好的。子龙，你知道吗？我曾因你的死失落感油然而生，但如今见你活生生坐在我面前，我突然觉得对生命又重燃热情。你方才所言等同于我之前的死是你造成的。你不但造成了我的死，晴儿也搭上了性命。这只是你的推断，毕竟你无法证明。这是当然，不过我坚信总有一天你会亲自向我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。好让你替自己报仇。我无所谓，但晴儿的死总得有人负责。那么你得有足够的实力让对方负起责任来。罪有应得，你我后会有期。真不知道你我下一次见面是敌是友是怎样的光景。哎，子龙哥，你可算来了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在附近随便走一走。哦，来，快吃吧，要不是我拦着，这一点都没有了。看，还是咱们师妹比较贴心吧。给你留了点儿，可别说我这个当兄弟的不讲义气。大哥，你说我们贸然前来，袁绍他会见我们吗？是啊，当初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袁绍可是联盟的盟主。咱们这几个无名小卒，他会把咱们放在眼里吗？如今各诸侯都在招兵买马，咱们也不一定要投奔袁绍。听说原冀州牧韩馥刚刚被袁绍逼死，现在还未知真假，咱们等一等再做选择。那倒也是，再说了，大哥可是真定县的大英雄，现在投奔谁都会夹道欢迎的，是吧？
哎呀，官爷，官爷，嗯，您看您还没结账呢。结账？啊，我们吃饭用结账吗？啊，给我记账。不不，官爷，您看我们这儿小本经营，这也没有赊账的规矩啊。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？啊，坐下。不是不是，官爷，你看。我们出来找他，凡事都要低调。你帮了殿下二姨子，说不准这些人会变本加厉的讨回来，懂吗？行，这账算你识相。走走。呸！小二，啊，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？这整个冀州城啊，就属袁绍府上的亲兵这么霸道了，这个月都来了第五次了。没想到袁绍的亲兵这么仗势欺人，要是跟这帮人为伍，我可不愿意。就是，像这种欺压百姓的军队，我可不投。就是，以管窥豹，可见一斑。袁绍治军不力，任凭他的手下为非作歹。况且。他又榨取冀州，逼死韩馥，却非明公之举，可见不值得我们投靠。嗯，我赞同。子龙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？哎，大哥，不如我们改投公孙瓒吧。去幽州？嗯，这有何不可啊？幽州郡主跟咱们都熟，又仗义有胆识，想必他的父亲一定言传身教，这也是一条明路。我赞成。公孙瓒在幽州多有盛名，其白马一从纵横河北，也算是当世英雄了。我看咱们不妨前去投他。嗯，言之有理。既然咱们有了方向，就立刻赶路吧。师妹，你折返常山，通知周大哥，告诉他我们改为幽州会合。我和严城先到幽州探探路。大哥，为什么我去啊？你不去，难道让子龙去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我武功比你高，我要随行保护子龙。你武功高，咱俩比试比试，看谁高。哼，没有必要比试。要不然这样，我站起来，你只要能够够到这个碗，就算你赢了。什么你？好了，你们够了。这件事你们都要争吵，还说什么团结？好了，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去。去吧。别急，你也有份儿，你也有份儿。爹。嗯。爹。闺女，什么事儿啊？您成天就知道照顾这些花花草草，对我不闻不问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闺女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？谁惹我的宝贝女儿了？啊？让我女儿发这么大火？我从长山都回来个把月了，我之前跟您提过的事儿，您都考虑了吗？啊，考虑了。那个，不是你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从来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。我是说，如今朝野倾轧，天下局势混沌不明，我们公孙家不能只是偏安于幽州，我们不能不有所作为。哦，有所作为，好，行，爹知道了。不过天下大事，您说你就是一个黄毛小丫头，啊，再次还跟我议论。什么？我不是什么黄毛小丫头，您忘了，我此前在常山真定可是相助赵云。结结实实打过一场胜仗。哎，你这事儿你不说，我还真给忘了。哼，哎，我还没罚你呢，你没得到我的允许，擅自用兵，严重违反军纪，还在这儿给我沾沾自喜。爹爹，等着我罚你啊！爹，你也太不讲理了。虽然我擅自用兵，但是我打胜仗了，我凯旋而归了。您可不知道，这常山的百姓处处都口耳相传，大家都说这幽州太守公孙瓒带领出来的子弟兵，个个都能征善战，锐不可挡呢。说完了？嗯。行了。哼，别给爹戴高帽了。
你是在夸自己呢，还是在夸你爹啊？啊？嘿，依我看，就你带的那帮女卫队，不是你太强，是对手太弱了。爹，你别爹爹爹爹什么呀？啊，一天到晚爹爹爹，多大了？爹没奶。嘿嘿，回屋去。我不回，我还没说到重点呢。不是，你还有重点呢？啊，说吧，爹听。您记不记得我此前跟您说过的常山英雄赵云、赵子龙啊？哦，你就说这个姓赵的怎么了吧？我跟您说，咱们军队就缺赵云这样有胆识、有谋略，并且武功高强的带兵将领。我觉得您必须积极一点了，否则肯定会成为一柱之汉的。他一定能帮你成就大业。对，对。完了，啊，重点说完了，啊，哦，回屋吧。回什么屋啊？您还没答应呢。哎，宝月，嗯，姑且不论这个姓赵的是否像你说的如此优秀，但他的低级出身，为夫就不必考虑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称他是常山英雄，常山。那是袁绍的属地，你爹我现在跟袁绍眼看就要短兵相接，拼个你死我活，你说我能重用他的人吗？爹，你想太多了，他虽然出身于常山，但是他现在跟了您，不就成了您的人了吗？我的人啊？哼，我用吗？爹麾下有严刚这样的猛将，还缺他这个无名小卒吗？什么无名小卒啊？他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，我跟您说，您要是不用他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军务大事，为父自有主张，你不必多言。哎呀，爹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什么？退下！您再考虑考虑。您再考虑考虑，退下。请，请，郡主。哼。大人，门口有两人。请求投军，这是拜帖，请大人过目。嗯，多半是在民间混不了了，想来军中糊口度日。啊，那还请大人明示，该如何安排？嗯，这样，你把他们带到后卫营，交给张奎，让他随便安排点差事就是了。诺。哼，哎，二位，就是你们两个要来投军是吧？目前啊，就我们两兄弟，但是日后呢，还会有四五十人马。过来投奔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跟着这位军士，前往后卫营去，找一个叫张奎的，他自会安排你们事做的。哎，严城，你们弄错了吧？把我们安排到后卫营，那不是大材小用吗？严城，你别说话。哎，你回去跟你们老爷说说，让他把拜帖看明白了。我兄弟赵子龙，那是等闲之辈吗？你把他安排到后卫营，那不是大材小用是什么？要按你的意思，让他干个将军，你看如何呀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子龙做将军，那我呢，就直接做他的偏将，然后鞍前马后的伺候他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看你是大白天的做梦做傻了吧？我看后卫营也不用去了，把他们两个给我赶走。哎哎，大人请留步。怎么，这位将军，你可还有事情要吩咐？后卫营，小的愿意去，请大人多多包涵，莫与舍弟一般见识。是，谢谢大人提拔。这还像话？把他们两个带进去。走吧走吧。
狗眼看人低。咱们先忍一忍，多说无益啊。赵子龙因为仰慕公孙瓒威名，又加上刚刚从冀州失望而来，于是他决定先进入公孙瓒帐下，暂时安顿下来。你们两个，趁着马匹出营操练的时间，抓紧时间把这马厩打扫干净。把这马厩打扫干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还有，等马匹操练回来，要给马匹一一喂食、洗刷。总之，天黑之前要保证每一匹马都舒舒服服的。天黑之前，这更不可能了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总之，干不完不许吃饭。行了，赶紧干活去吧。还要把马匹伺候舒服了，我哪知道马它舒服不舒服？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子龙，我真想不明白，既然来了幽州了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你和宝月郡主的交情，非要低三下四的呢？如果凡事都要靠关系上位，那将来还会有什么作为？好了，我去打水，你要是累了，你就歇会儿。哎，你让我一个人打扫啊？站住！怎么，迟到了吧？是谁？哎，箭是谁射的？箭是你射的？不，是他。弓箭在你手上，敢做不敢当。来呀，给我拿下！军法处置。慢着，过来。箭是我射的。与他无关。你？没错，我那是一时寄养，就借了这个兄弟的箭一用。正中靶心，还不错吧？以后你会不会考虑重用我？一个刷马厩的，敢在我面前逞能，我看你找死！住手！这位军长，不知小弟所犯何事？怎么，你们是一起的？没错，我俩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那好，都给我抓起来，关禁闭。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啊？开门，开门啊！你够了，这事儿还不都怪你？子龙，那个军头啊，他就是爱管闲事，仗势欺人。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初来乍到，做什么事都要低调。你可倒好，意气用事。你说，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咱俩来这儿，不就是要表现吗？要建功立业呀？难道你想在这儿干一辈子的杂役吗？严城，话，咱不能这么说。我坚信，如果咱们有一身的本领，迟早会有出头之日。好，主公，主公，出大事了！主公，出什么事了？军师在行军的途中遇到了埋伏，阵亡了。
我弟弟啊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！快说！属下等陪同将军在袁绍大营商议冀州一事，一切都似稳妥，但最后。 袁绍却道要与主公会面商议，于是公孙将军出营归来，没想到刚出50里地，便遇董卓狗贼的伏兵。将军，将军他在寿海。谁？董卓。